我们这边有个假走马官，就是他正在假地，在队伍呢，在山上去的。好，把亚兵拉了，赶紧走吧。 我们会再见面的。 情報官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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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情報
快点睡吧，哥。自己喝，走。你们俩到底去哪儿了？让洪强辉抓去了，管着老谢田，让我跑出来了。他咋就变成那样了呢？俺也不知道，一路上都好好的，一遇见鬼子的骂嘴，立马就跟中邪的似的了。老四，擦点吧，重新惹过的，就算是给你解封了。擦吧。都是西面，可不要糟蹋了粮食。
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个老财主，俺一小弟都不知道。今没事儿就好，身上的气都伤了，看来再整伤。哎，还好，一点都没擦。快，叫大家伙过来吃面。大哥。 快！我跟你说，再一回来就换了个人了，天塌了，还得抢场子了。你那劲儿可不能歇，一歇，有些可就散了。快，让大家伙吃面。 そう、大変なやつ。それ迷惑行動やっと分かった。でも彼は皇族の血統ですけど、もし何か意外発生したら、先生より出たのまずいは大きいですよ。だから我々司令部の指示に実行して、彼に保護しろ。彼は僕がいるでしょうか。この問題知らないのやつ。 小虎俺们可能难以投，可能是难以卡了。我来，我走也你不是，就算刚到空中可好苦，我们可嘛没得了。既然你们可在这么意见呢，哎，你这家伙到底咋了？你看看你这副德行，啊，像个刚刚上战场的小鸡雏子，哪还是原来的老兵油子啊？ 说话呀！我需要的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吸引了几千个鬼子在后边追，都敢起哄的你一大本事，不是见了牲口就成扫地的窝囊废。早知道你现在变成这样，连不死在这儿算了。 这烟还是你教我卷的，刚开始真抽不过，我觉着辣。嗯，现在你要真给我根好的门啊，倒不会抽了。哎，在一块混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知道你老家是哪儿的呢？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的，反正是北边。 村口像是有棵枯柳树，有个石狮子，半截埋在土里的。怪不得没听你说过老家的事儿呢。当八路之前干啥的？讨饭，打短工。
再往前呢？这每个人的心里啊，都会有几件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儿。但是这些事儿装的太多了，时间长了一定会觉得憋得慌。说说吧。西周把咱救了，迷迷糊糊的跟着部队走了。小的时候娘管我叫大本事，没个大名儿。红军的那个文书在花名册上大笔一挥，李赤水，咱有大名了。后来跟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，那会儿日子真苦，可是人多，队伍上见着我能说会道，腿脚也快，给咱封了个通讯兵，往各级部队传达任务。那会儿真好，甭管到哪支部队，人家都拿出最好吃的招待咱。到了甘肃会宁，这回可好了，到家了，还突然接到命令，让我们部队一直往西渡黄河。往西边走，一直走，翻不到边儿。屁股后面马家军拿着刀桥后面追杀着，开始我们就和他们打，后来打不过了就躲，打到躲都没地儿躲了，再看见马家军的骑兵队冲过来，就干脆硬着脖子等着挨那一刀。Thank you.
整整一个师，七八千人，马家军的马队一杀过来，就全没了，就跟割庄稼似的，全。见到戈壁滩上我战友风干的尸首，两个兄弟部队的影子都见不着。我想起我们团长说过，只要有一个人在，咱这支队伍都还在。可真剩下我一个，心里想着得把队伍找着，可是又想着找着队伍了咋说，我们团没了就剩我一个，不是逃兵是啥，身上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。就这么着，我又一路要饭，一路打盹光。有的时候一觉醒来，好像自己从来没当过兵，没当过红军。这么想着，身上倒是轻快了不少。直到有一天，碰到一支穿灰色军装的队伍，我就打听，老百姓说是叫八路军，就是原来的红军。我一下子就管不住自己的腿，就参加了队伍。一开始怕查得严，咱就入了民兵，后来入了主力，一帮新的兄弟天天滚在一块儿，没人再向我打听原先的事。我那精神头又一点点活泛起来，直到今天碰上了鬼子的骑兵，那黑压压的一片，脑子蒙的，耳边就好像我们团长在喊说，小子放枪，别让马队杀过来。可我的手脚不听使唤，队伍才能迈出去。
从南岳那仗打到今天，大大小小也打了无数的仗，但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跟你一起打的仗，因为你和你的这帮兄弟永远都不管枪林弹雨，能豁出命的往上冲。我喜欢这样的兄弟，咱们俩一样，都不是在为自己活着，但是你记住，人死了，地盘没了，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回来了，队伍是你拉起来的，我们大伙可都是冲着你才留在这儿的。你是这支队伍的魂儿，这是今天一个倒霉的兄弟留下来的。但我终究是你这营里的客，客就是客，早晚是要走的。所以我这身军装永远都不会脱下来。但只要我在一天，就会和你一起吃水，一起赴汤蹈火。说的这些话都烂在肚子里，有一天你觉得你能告诉他们吗？自己去说。食料を持ってないだろう。いいか、ここら辺の道路を閉鎖して奴らを兵糧攻めにする。そのうち山から降りてくる。各小隊はそれまで訓練を続け、順次出撃。シナジーを見つけ次第殺せ。はい。在对小王庄的突袭失败以后，日军在武义县境内的扫荡变得是越发残酷。现在绝对不能出去。还不出去？那就让老百姓一人指着咱脊梁骨子骂呀！挨骂和送死哪个划算？上次那一仗主要是因为鬼子对地势不熟悉，咱们是借助地形才撤出来的吧？人家现在已经准备充分了，咱们根本占不到便宜，咱们的步兵跟鬼子的骑兵根本就没法硬拼。那你说咋办？现在最好就是暂避锋芒。啥意思啊？就是躲起来，把部队转移到更深的山里，等鬼子的扫荡过去再说。
粮食可是快不够吃了，树叶、草梗都剥光了，再不下山，咱们可吃剩粮了。再忍忍吧。热，上百口子热了，这嘴上能热，这肚子可不一样。姓李的，你倒是放个屁呀！放啥呀？你们不都商量了吗？留口气憋肚子里头，省得饿得慌。你那个活还没找回来呢。商量事儿为啥不叫我？你不是没好利索吗？好了，说吧，咋打？打啥呀？多少人从家里撵着屁股给撵出来了，得报仇啊！你再等等，到底啥时候打？谁说打了？不打。百十来号人就这么干耗着，咱在吴县刚挣出来的脸就这么给丢了。我九路军死的兄弟最多，这仇得报，一定得报。干啥？邱总来人了。上级啊，肯定了你们这段时间的表现，同时命令你们啊，不要和鬼子的骑兵硬拼，尽快想办法撤回根据地。啥？你啥什么呀？司令员都说了，鬼子骑兵队那是王牌部队，你们县大队刚组建，战斗力根本就不强，留在这儿只能白白送死。你这回回去可不一样了，让你成为一个加强连，重回老三团，九纵的主力。你还看什么呀？你这回回去，你都能扬着脸走路了。哎，你这又怎么了又？我不去。你为什么不去？当初把队伍合在一块儿，是看那李大本事不在，我得替他照顾这帮兄弟，跟旁的人无关。我压根儿也没想当啥主力。再说了，跟着我这帮兄弟，大部分是武义县子弟。参军是为了保家，离了乡土，保谁？保家的，保家的。昨天晚上，鬼子在南边又烧了三个村子，屠杀了200多户人家呢。要走，你们走。在里边撒谎！到家了。里边还在烧呢。都说这李大本事，人是回来了，可活儿没跟回来。人没了骨头，要我说，这大主意还得你拿。这队伍是他拉起来的，虽然大伙儿嘴上发发牢骚，但是除了他，没人能把他也再拢起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等呗。等他缓过劲儿来。现在最难对付的不是山下的鬼子，是他心里面这道坎儿。这种事儿，谁也帮不了。
一会儿，他们人呢？怎么就剩那么几个？燕儿的晚上又跑了十几个。啥？怎么让人拦着？谁上的岗？站岗里，他娘的也跑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修路群全没一辆。啥时候事？一早来了，那都没影了。那十几把好使的三把大盖，还有子弹，哎，咱身省的点兵镐，两个都给卷跑了。啥？娘的！咱们一直把他们当兄弟看，闹了半天还是喂不收他白眼狼。这是宋老师，成家伙，把他领回来。走，回来。就完了？他是打鬼子，又不是当汉奸去。我信得过他孙成海，那枪子弹都能招呼到鬼子身上，人各有志呗。当咱八路军大气，送他了。哪来的？把那小鸡雏子杀了，好不容易造来的鸡苗子。啊，等到将来让他负担了，没吃的了，顾不了这么多了。听说宋成海跑了，半死，挺恶言句，咱回去吧。好歹打完这一仗，仗拿大的嘛，也仗有也仗，从三千年打到现在。万国嘛，反正不能走，走了人心就散了。人心散了，可是他现在回去，他刚鼓捣起来的这些家当都能保住，留下来，他估计把这些东西都得赔光了。别光拉倒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人有的时候就得为这口气活着。这会儿走了，一辈子心里堵得慌。再没脸带他五一过，李大本事，你这叫抗命，你懂不懂？别乱胡帽子，你回去，你就这么跟司令员说：五一线的鬼子，啊，活动猖獗，县大队决定放弃当主力的机会，留在鬼子的肚脐眼上插上一刀。你是不是担心再回老三团，谢狗那帮人说你啊？你放心。上边都打好招呼了，再回去没人敢再说你。不是为这事，那你还为啥事啊？你出来不就为了挣个脸吗？现在里子面子都给你了，你还不知足？就你那点人手，给你弄家乡连可以了，怎么着？你还想当营长啊？我们队伍欠着五一县老百姓老大的人情，这会儿走了，老百姓得在八路两个字上钉钉子。这么着，那个受伤的伤员，我派人护送着。跟你回根据地休整，身体没毛病的留下。这会儿他娘的要是走了，咱八路这辈子都没脸回五一线。来吃饭了，都甩手掌柜的等着人喂啊！快吃棒子面，请起身，快快快！拿着呀，你吃了？我早吃过了，你先吃吧。还能撑多久？先吃吧，吃完了这顿再说。到底还能撑多久？面袋子都刮干净了，明儿上午还能吃最后一顿。来，给我吧，赏给我来，我收。再把东西都卷走了，剩下那包子可怎么办呀？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呆子了，人家都回家了，你知道吧？不要咱们了，
你还忍人家，人家怎么办？人家跟你过这个吗？粮食算咱们借他们的，等将来赚回来，再还给他们。那说的容易，上哪挣钱呢？你闭嘴吧！老板，带着大伙儿晚上多走些道，白天就带队伍找地儿猫着，别徒生脚力。就这烟叶，拿着，回来酒纵多替俺们担待着。不用，拿着吧。都是你自己呀，就剩下这点人了。这没粮没枪的，恐怕以后的日子会更难。我知道。为什么让我也走？不是让你走，是让你回去学本事。咱们这队伍里不缺能打的，就缺个郎中。等你学成了回来，能少死很多人。就剩一块了，留给你的。等将来回到了北平，你要带我吃冰糖葫芦。马强哥，我们走。马强哥，马强哥，你干啥呀？我不能走，我是个死，都得跟你绑在一块。我不能让你炸这个家，你再炸了这个家，这个家分家让你扒光不行。亮子，那个刘宝，让这财迷刘烨陪着我，回去也是算计你们。你揍去！走吧，走吧。这个李大本事，当草头王他还当上瘾了。他们说了，不想给组织添麻烦，想给组织解决困难，继续留在武夷县打鬼子。不是说不回来，只是晚回了几天。给李大本事再送一次信，告诉他，如果还不执行命令，就永远别想当正规军主力。现在到处都是骑兵队的人，城防街队的，根本就没有落单的呀。二狗子呢？远处的几个据点都撤了，河道镇上几个大据点，墙皮厚，机枪多，人又多。没法攻啊！硬咱磕不过，咱找软柿子捏。啊！逼到这个份儿上，咱也当回山大夫。山大夫？吃好肉片吧。上天入地谁都不惧，
来来拜去陷阱自己，出生入死游刃有余，有情有义这帮好兄弟。各有志气，身怀绝技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人活一世争一口气，有三有聚勇闯天地，勇闯天地。带上这帮好兄弟，一场英雄的相聚，他们的倔强脾气融入了一方天地。记住这帮好兄弟，一个时代的印记，不带去，人活一世争一口气，有三有聚勇闯天地，勇闯天地。